阿 Nelson 識咗佢起碼都13年嘅啦，因為以前我哋啱嚟加拿大冇幾耐咧，我做電器嘅，我同佢屋企咧，我 set up 成套嘅 HiFi 啊，我同佢做嘅，咁咧所以咧都陸陸續續啦，我都同佢都見過好多次面嘅啦，咁咧佢為人好好啦，好敦厚，好老實啦，好和蔼啦，同埋咧因為我而家咧又係嗰、那個South Unionville Square 嘅 Board Director， 咁我好需要咧有個華人嘅嗰一區嘅議員嚟幫我哋去華人去發下聲，咁咧就俾多啲意見，俾多啲支持我哋，等我哋華人更多力量，更有更團結，咁咧就喺加拿大咧立足得更好，更好嘅發展。啊，呢、這個我講完嘅啦，唔該曬。